今天是周末假日，如果想出去玩，可能还是会被天气扫兴了。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，气象局凌晨持续发布豪雨特报，北部、中南部、东南部地区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有阵雨或雷雨，东北部及东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。气象局预估这波雨势会持续到礼拜一、礼拜二降雨才会趋缓，而且受到滞留锋面影响，高屏山区大雨是下个不停，尤其是高雄的桃园乡，全国累计雨量前三名都集中在这里，提醒南部山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了。